那接下来呢？这部分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全域兴趣电商经营背后的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那大家总说呢，抖音电商出现了之后，整个电商赛道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那我们也想拨开这个现象，看一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我们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从触达用户的效率来看，我们说早期传统的营销模型，它是一个漏斗状的。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营销模型啊。从上到下呢，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并且用户要从认知层到转化层，层层的过滤下来啊。那这个中间的每一步都会有用户流失，但是过去的这个媒体和这个用户之间接触的方式，它就决定着用户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漏斗漏下来的。现在媒体发生了变化，那影响用户的方式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特别是我们现在用个性化匹配为核心这样的一个信息分发方式去分发内容之后，那之前的这个方式是被颠覆了。我们可以看到啊，抖音电商它是全链路的触达用户，它是一个无序转化的环节，每一个它和用户接触的触点都是可以形成转化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多触点全方位的用户和媒体接触的方式，推动了前面说的这个颠覆的发生。 用户在这些触点可以直接到成交，这个链路就更短了，更高效了。当我们触达用户的路径变得更短，我们就能够更好、更高效的将用户和商品用内容去连接起来。那用户在浏览这个内容信息，他在种草之后，他可以在任何一个环节直接购买。所以呢，我们只有做好内容场，才能够更好的去连接用户和商品。 那这个呢，就是抖音电商出现之后，对整个这个电商赛道格局改变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本质的原因。当用户和商品之间通过内容连接的更加紧密了之后，我们就需要有大量的优质内容去促进这个链路高效的运转起来。我们一直以来非常重视，非常鼓励我们的商家和创作者，他用各种各样有创意的形式去产出内容，呃，去做好经营。独自生活的第一天会怎么样呢？都去运动场。 交点新朋友，试试精选彩妆，可以更自信呀。爸妈不在，照顾好自己啊。新婚家装的第一天，怎么装呢？别吵了，精选投影仪放这也不错。沙发够大，吵架后也能睡得香。哦、oh, 对，试试早餐神器吧。那我们发现呢，抖音它是一个能够持续产生热点，呃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抖音这个生态里，好内容层出不穷。 那这个呃，好的创意的想法也是非常多样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做的很极致。那我要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东方甄选前一段他们是一夜爆火，但其实呢，他们是在爆火之前的半年就开始尝试去做直播带货了。他们在不断调试他们的内容方向。那最后呢，董宇辉靠双语带货，呃，这个形式呃火了，出圈了。那这个案例呢，就非常能够说明我们做内容呃不单单需要有创意。 也是需要有一些耐心的，我们需要去持续的调整、去优化，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最匹配自己人设的那个内容。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做创新啊，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案例能够激发更多的创作者。那另一个例子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红星尔克。红星尔克这个品牌呢，它长期去深耕它特色的产品和内容，它把它的产品非常有创意的去做了内容化。那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网友，呃，九银。 他在这个鸿星尔克的板鞋上，他绘制了《清明上河图》。走在画清明上河图。那他的这个视频呢，引发了大量的粉丝热议。 这个品牌呢也非常呃非常有创意啊，他就邀请了这位素人创作者成为了他的产品共创官，然后呢，他也推出了这个《清明上河图》的这个定制款的半仙，他收获了非常多的粉丝的喜爱啊，他上线当天马上就售罄了。鸿星尔克呢因此还推出了一个青年共创计划，啊，他就借由这种用户对产品的设计、选拔、投稿去征用、售卖，为他的这个品牌设计也注入了一些活力。当我们做好了这个。 内容场景之后呢，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啊，用户除了看内容、看直播带带货去购买商品以外，那么用户呢也天然有需求，他会去主动搜索一些商品，呃或者主动去浏览一些他以前看过的东西啊。很多用户呢，他会习惯在他买过的这个直播间或者店店铺里再去进行复购。那我们就意识到，了，除了内容场，我们也必须要把中心场，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搜索场景、商城场景。 我们要把这些场景去做好，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补齐用户体验，去服务好大家的各种各样的购物需求。我们做中心场的时间呢不是很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品牌，它在抖音商城已经获得了非常不错的这个生意增长。比如说有一个购物品牌，那它全面的去布局了这个人找货的这个路径，啊、呃，尤其是它在搜索环节上做了很深的这个布局。那么它通过搜索引导。 它通过它的专属货盘定制，它最终实现了泛商城的成交，呃，环比的翻番的增长。我们刚刚过去的这次六幺八，小米它也是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六幺八期间呢，联合了我们的商城百亿补贴的这个项目，它的实现了成交破亿。再比如说一个女装品牌 UR，那么他在抖音商城呢是进行了非常精细化的会员经营，它加速了它的老客沉淀，同时呢，呃，拉高了它的复购，实现了生意的增长。 我们想用这几个例子说明一下，我们在做中心厂这件事情，它不光是提高了用户体验，它同时呢也让商家实现了生意的增长。做好中心厂这件事情，是呃用户体验和商家生意增长的双向的增量价值的实现。那今年的生态大会上呢，我们也把前面说到的 Fact 这个方法论升级到了 Fact 加全域兴趣电商的经营方法论。就当前的阶段而言，Fact 加是一个比较适配于平台现阶段的方法论。那未来呢，我们还会。 持续的去优化它，抖音电商的业务规模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场景和模式是越来越多元化的。我们还在持续的呃创新和探索。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平台产品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们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的生态伙伴去优化它的经营成本，去提升它的运营效率，做规模化的经营？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在产品侧，我们的抖店产品。 我们就针对头部的商家做了非常多的定制化的产品需求，我们也针对我们的腰部商家、中小商家提供了自动化、的规模化的产品。那我们的百应平台，它是服务我们达人的，它为我们的达人提供了比较好的撮合机制。罗盘产品也有一个全面的升级，除了这个数据支持商家日常的经营，我们也加强了罗盘对于内容创作的支持，呃，对于消费者运营和商城新机会、新场景的这个明确的支持和洞察。 当然了，也还有我们的云仓，呃，云仓是一个基础设施，它为我们的商家达人的物流提供了一些保障。